老板，这店开多久了？哦，是哦。好。Hello， 我是皮皮猪，实在对老板很不好意思，他讲话的口吻跟语速让我觉得很难聊下去，所以我就赶快绕跑了。之前我来广州或者是深圳啊，十顿饭里头最少有6顿是火锅。那吊龙雪花都没有了吗？那就一个肥牛，一个嫩牛肉。点菜的是我们大领导，特别照顾我们，点了一桌的肉。正在看影片的朋友，有没有是深圳或者是广州的？我问你们啊，你们是不是真的经常都吃火锅啊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还挺让人羡慕的。我本身非常爱吃火锅，主要是因为喜欢一群人围着一个锅子一起吃饭的感觉，同时锅子还会不断的冒出浓烟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刚涮好的肉片沾着蒜蓉、蚝油、香油、酱料，就算再怎么有意志力减肥的人都会吃上个十几口。这个炸豆皮也相当好吃，还有吃火锅最常涮的茼蒿菜。这个我忘记叫什么了，虽然它里面是有放香菇下去卤了，但久久来深圳一次就尝试看看吧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充满着我最怕的香菇味道。肉全吃完了，现在来吃点蔬菜，也预告今晚的晚餐即将迈入尾声。